在锅中倒入水和油，你今天会解锁一个非常好吃的牛肉煎饺。饺子在春节是必不可少的传统食物，我今天会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煎饺做法，保证你在春节可以大显身手。牛肉馅、卷心菜、葱和姜，我还用到了乌江榨菜，全球热销150一包，鲜脆爽口。榨菜是要加那么多的，因为好的榨菜它不咸。打入一个鸡蛋，来一点生抽，再来一些胡椒，我们把它搅拌均匀，用手把它软汁上劲。乌江榨菜可是国民小菜，关晓彤和五条人等众多明星都在安利它，深受众多家庭喜爱，置办年货、亲朋好友分享之佳品。包饺子有很多做法，我的做法是先把它对折封住两边，然后再一点点做出折痕，这样一个颇具仪式感的饺子就做好了。不用开火，先放饺子，放入油和水，开火再去煎它，盖上锅盖，密闭的空间能让水蒸气把饺子蒸熟，底部煎至金黄即可。这样一份超好吃的牛肉煎饺就搞定了。乌江榨菜爽脆的口感大大丰富了煎饺的层次，提升了牛肉的鲜美，过年也要抓紧做起来。